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车顾问专卖您的好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柯 B 传教士，我是柯 B。今天身后这台 K 8是我们的公益车，2000年的，客人是来跟我们买车的，捐出来当公益车的。奇美有没有做过吗？印象中好像没有，好像是第一台吧。工单呢，从以前修理放到现在的，它都有留着，它都有留。这个是纸本的啦，它有一些电子档，它有传给我。正时皮带它也换过了，变速箱油。刹车分泵啊，启动马达、排气管啊，发电机节气门不顺清洗，再出马达清洗，引擎线组更换，排气管、进气歧管，反正大家受，反正该开度掉弄完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哈，它改过色了，原本是绿色的，引擎盖都看得出来的啦，引擎盖里面是绿色的，它就没有改，里面是绿色的，看这里就知道了。对对对，水管叫做强化水管，哇，顶起来看，大灯这个是还好，大灯啊黄的是。一样啊，惯例我们就是磨一磨。2000年算小改款啊，这个灯就不一样了。我记得是99以后就改了啦。所以他是换车，然后捐给我们。对，他很有心耶。因为他有照顾啊，他报废，那也跟他不差呀。奇美系列了，他老的车应该是会较看的东西大美嘛。你快点嘛，好干哦。哇，这东西呢嘛，我到点点嘛，分泵嘛，避震器没漏油，方向机的恒人套也是好的。它卡钳好像都换过了，好像应该换过。这边避震器也没有漏油了。轮胎的或马牌的，有比较久一点，2016年的43周，深度还蛮深的啦。前面应该是同时间换的吧？16、43周。这台来共生引擎状况算很优了。来，我们试一下有没有什么异音啊、杂音的。这要请巨哥看吗？应该不用了啦。我们这么不是说非常专业的，我们看就知道说这个已经没有漏油了。外表大灯可能还不好点的，尾翼也是好的。音量讲油了，打开门就点个气就好了，是最少的。好了啦，我们等下就试个车而已啦。哎呦，它有这个呢，是充电的啊，超有皮啊，这就要亏啊。屋嘞，胎压，我刚刚还在想说为什么没亮啊，因为我没有把它打开。胎压、导航、行车记录器，车主留下来的啦。真的亮警灯呢，里程多少？226128，啊，20万换过，那还那不用换的。那时候就敢核桃木啊，旁边都麂皮的嘞。这个应该不用多讲，大家都知道了啦。这个时候都是蛮入门的，大家都知道的一台车，四门电动窗，好，音响这个换过了 ，K6 K8 一样，这个都是比较容易断掉。我记得有出维修包，它是一个像几片组这样组一组就一台车的这样。冷气嘞？冷气会冷，但没有到很冷。右后轮胎压比较不足一点点。另外一颗，我在跑上面出来，可以嘞。这很久了呢。现在其实说实在啊，大家都用手机了啦，现在用 Google 了，对，导航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没有很陡，没有很陡，对啊，出来了啦，右后轮可能气比较不足，26而已，这个轮胎到时候应该也建议客人换掉比较安全啦。开 K8 不是都会把音响放很大声吗？我印象中都是这样，大家都是要放很大声，把手要放在外面，然后音量放音乐放很大声，那样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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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。听不出来是哪一个东西的，内装不来都难免。内装有啊，我这边门板就声音就蛮大。K8 就是我都做咖那个，把物件扛啊，足吊的，你感觉你敢想较人的感觉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猜哦，大家10个大概8个都装不回去，松松垮垮的。我看你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刚忘记打开后车厢了。有嘞，你看阿爸人老掉，哇，行车记录器，胎压，啊，这啥？浪。前挡的大灯啊，大灯灯泡啊，记得要刷牙。刷哦，原来的水箱护罩，你家无？啊，这一点奇奇怪怪的啊，这有装潢过啊。嗯，反正是规地。嗯，啊，那个是顶的。哦，这个。对啊，以前有小我装潢时啊，也过啊。好，安那再去看。
内外整理一下，引擎一样我们都会再检查啦。对，等一下给巨哥看一下，啊、看一下，啊、哪一扇的破用后，对不对？上架直接就处理了。那现在这个一般外面卖车行会卖多少？这个哦，这个无行无奇的啊。我常跟客人讲，就是好的话可以卖个几万块、几十万都有，不好的话直接拉去报废了。像咱你刚去看那九零后啊，你改价呢？你讲三万、五万，你个肯？我刚扩车都开10万啊，不会让不下那样。爱心无限，我觉得你喜欢就可以来挑看看的。主要是这个啦，你今天再把它处理一下。欸、其实它有换没有很久，哇，不久好呀。反正就顺便换掉，就行了吧。嗯，很漂亮哎、欸。水测一下，阿东阿友哎，那用挖机啊，挖过啊，挖。一口的认定哦，嘿，就是认定。哎、欸，好多，你只差了后呀。好多钱要收，我手抓，真的，我好气，你不能这样哦，贪官不注意那个小屌，我不能，你去弄，我不能去耶，亮了，那应该是接触不良，那怎么办？接触不良就把它拔起来，再插回去就好。这个啊，这个拔起来，哦，态度就不一样了，还是要经过卡住了，也有可能。哦，我们要把胎柱拿拆解，它有可能清完没有弄活、啊，再来就剩保养了。然后等一下测一下水，好，我们先来测水，等它冷一下。因为你们刚开一圈热了，来，你来看这边的状况，这边状况是不是已经都氧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没有明显的肉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看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就很明显。你有没有看到绿绿的已经出来了？下面这边，你有没有看到下面已经有一滴了？是不是水有漏？就这个头而已啊，这个头把它拿起来，头发重拔就可以了。这个车很好找，会出问题的就那几条而已，其他出问题都大条的。这根拔起来重封就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根上水管的进水口啊。进水口，然后还有怠速马达。还有怠速马达拆起来重用，看看会不会好。然后，如果不会好，就是换一颗怠速马达而已。再来就保养啊。保养。啊，它刹车油都换完了吗？对，还要测吗？现在已经看到很明显了，所以水就是用完再测，不然到时候你看这边明显，这边喷嘛。啊，其他可能有漏，但是这边压力大就先喷了，你就测不到其他的。所以水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先把这边弄好，这边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得到有漏水了，所以就先处理这些。其实就是先看管子的接头啊，因为它会漏的这一个，还有后面这一个，这个水龟座，水龟这边都没看到很明显的漏水，啊，也没看到像前面这种氧化这么严重的，啊，它水管都换完了，水管下方也都没有，啊，这一条水管下方有，那个缝会有绿色的结晶。所以就那边的数值再确认一下，水管再装好一点。好，那就约时间。好 ，Day two。好，这个月比较轻松了哦。轻松一点，这也是新的，都不用换，把它拿起来吹一下。哎，连吹都不用吹啊，感觉就是刚拆封，就是新的，刚装上去。有了，掉了一根毛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来拆节气门，然后漏水要封这一个。电瓶180，很少开，所以要充电。漏水喽，换水，然后顺便漏了。这个应该是没有清过吧？如果照这个样子看起来，还是它只有清外面，就不好说。好，怠速马达在这，看一下有没有痕迹，没有什么新的痕迹，死定了，很瘦的。这个就是它的垫片，原厂垫片，怠速马达垫片。小玉他的是改过的，所以他叫了一个原厂垫片不合，他就说这个我有。哦，好，那就不用叫了。不用叫了。哎，没有经过啊。这个就是它的怠速马达，你用手轻轻转就好了，不用太大力就可以给。所以要把这个清干净。这个只能用跑的，那个太厚了。其实有清的，有这边有刮的，那怎么会刮成这样？你不要问我，我只是用牙刷而已啊。记得要刷牙啦。刚刚泡那么久才露出一点点。有啦，干净很多了啦。清完都要给你摸。为什么？摸那个头啊，没有阻力的哦。我们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是垫片。
重用这一颗。你看它也没有电变，它也打胶而已、啊。看是要先看一下，看有没有破掉，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伤。这边如果酒皮也会分，先要看它有没有酒皮。亮晶晶的可以了，应该把这个 mark 再跑亮一点。好了，现在来用这边了。我们可以来玩了。哦，已经打好机了。对哦。等一下等它干，用完这个就可以弄别的。那这个就不用打胶了。这不用，这不用打胶，但是不能撕破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灌水测压了。哇，真的很难塞。好了，副水箱有水垢了，黑黑的。我们先发一下，看那个灯有没有洗。灯洗了，灯洗掉了。好，我们先发着，冷气先关掉。我们等一下先确定冷气啊。为什么会的？洗太干净了啦。亮灯又亮。等一下啊，它怠速现在还不稳。现在怠速是不稳。对啊，等一下怠速再跳啊。嗯。先加压吧，等一下再用这些。为什么要拔保险丝？它会重置。哪一颗？这一颗。对。这里没有漏，就是所有的水管头、接头都寻一寻就好了。啊，我看到又有一个地方漏了，这个热水阀了开关，现在加压了再漏了，等一下就会滴下去了。现在再来看其他的，来看一下所有的接头、水泵壶。好了，这样就没了，就是那一颗热水阀开关。喂，是一样，洗太干净出事了，太干了，所以要拔。没有啊，拔负极就好了。所以现在是要让它重置。对、啊。大概要等多久？十分钟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塞巴卡哥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洗干净，很干净，装回去，现在就等，等它再测试，看它会不会好。东西就是它，就是它的喽。等一下就不要测了啊。不要测就不会有东西爆掉，它就是一个阀门而已，然后里面就是通跟不通，就是这边旁边的接缝漏啊，旁边的那个粘合的地方，所以它是老化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缝，有没有？我们那时候液压的时候从这个缝出来，换新的吧。这颗其实也有换过，拆回去之前我要先把牙攻一攻，先把这个螺丝牙攻好。它全新的没有牙，塑胶的、啊，所以用这种刺工螺丝攻。给它朝下，我就比较好锁。好了，换好了。等一下又要来看结果了。压力测试，我们的压力比较大，一台。好，没有漏了。嗯，好了，锁定。好，可以发喽。哦。等一下，等热车水热的时候，你再看。先让空气排一排，然后要盖起来了。上下水管都热了，有漏现在就一定会漏，因为我们有加水箱盖了，有加压了。没有漏，后面的、前面的，搞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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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好了，用好了，怠速也是好的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刹 车有，倒车，倒车有，双闪有，搞定。终于完成了四月份的公益车四门的 K8 维修项目，跟之前那台比起来，哦，差多了，一天就好了。这次比较简单了，就是我们换了个机油，机油芯，怠速瓦本来用清洗，后来觉得怠速瓦打不起，我们换掉了。还有那个节气门的垫片，换水箱水、热水阀、热水开关，再来是打胶这样而已。
最贵可能就是工资啦，材料其实都很便宜，热水电变个几两百块呢啊。可是它的怠速马达是别牌的，别牌啊，好像通用的啦。其实这台的外表跟内装，2001年来讲，它已经算不错了。原车主有很用心，也照顾得不错，所以我们不用花太多的精力跟一些金钱去维修。强化水管，金能沙洗过啦，七八九十我弄完掉。它是改色的，原本是绿色的，啊改白色的，外表真的还不错。内装有清洗了吧？不啊，我这回啊，喜欢下标。如果你卡丘卡进的，就像一台一样，今天看车，今天可以牵走了。可是早上就要来了，如果太晚来，没办法过户就没办法了。备胎是，可是我记得好像没了啊。对，这个都工单了、啊，他的之前的维修工单。工单我们就不丢了，留着给下一任车主参考。我记得没有备胎的了，对他这个还是另外做的。对，这是另外做的。他点，对，就摘。然后那个我们就没拆了，迎宾踏板、气氛灯、气氛灯、开关的话就是行车记录器那些啦。好了，轮胎可能要换一下。深度是够了，可是年份有比较久一点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！我先去领牌，这台就是我们那个96年的 Pixel 61E，这次就两张而已啦。我们跟新车主，我记得这台是车换车回来的，所以就没有原本的车主。那你在那边等我，我进去。对啊，好，好，麻烦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台南法人社会福利基金会两张，一个新车主，一个是我们，所以是30005000。500的对了，30005000不是1500，要完成一台，也完成一台。然后我们紧锣密鼓要再下一台，现在还在弄，对啊，很麻烦。麻烦是我们没关系，对，我宁愿麻烦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处理好了给下一个客人安心的开，这才叫做真正的做公益，不然你回去掉车蛮麻烦、嗯，对吧？好，再回去再做第二台，耶。Yeah, 他今天来看，今天要交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问我说：“啊、可以牵走？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可以哦，洗也洗了，保养保养好了。今天礼拜四，对不对？昨天礼拜三接标，他人家今天就牵走了，快！我们可以去关机啊。今天过完户洗一洗就交车了。啊，因为他是开一万加哎，一共一三点多回去，应该还来得及再跑一趟，所以我今天任务完成，2:30就给他了。Yeah, 完成，再来就纯关机啊，你好。”耶、yeah, 哦！最开心的时刻又到了，把公益车的款项捐出去，得标金额82200，我这都饿到底啦，2222块，这次捐给社团法人台湾的做创意协会，分成3笔，原车主、新车主还有我们。好，那我去抽号码。好了，耶、yeah.。27410，凑整数了，多了一点点了。对，你从泰山薪水里面扣。OK OK， 爱心无限。这一次我们80000多，说多也不多，说少也不少，大家玩热烈参加的了。耶、yeah ！Ultra Dash Z3 Plus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买这一台就可以直接参加90的。你说你99就好了，不要说00的。真的。